速，让回到原本上车的地方。没有问题，请将你的护目镜戴下，全程都要打开，以免赛道上的碎石喷伤眼睛。如果今天骑路的话，可以留下一点缝隙。那现在双脚请放在踏板上，右脚轻踩油门，按下方向盘的方向。
车哈，先不要下车，先不要下车。